洗，顺便带他去便便哦。哦，听到了吗？快点去啊！好啦，等一下就去。不行，现在就去，不然等一下布丁又在走廊便便了。哦。臭死了！找麻烦的家伙！妈妈，你看，狗狗好可爱哦，我们可不可以带它回家？只要你愿意好好的照顾它，就没问题。我可以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它的。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它的。妈呀！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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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人啊！布丁呢？布丁，布丁，布丁，你在哪？如果这个世上没有狗该有多好。耶，对耶，布丁走失了，我不是更轻松了吗？嘿嘿。我不会让你走失了，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光妈妈。小动物很可爱，但当我们要养它时，需要注意什么事呢？被主人弃养的狗狗是不是很可怜？这些狗狗又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呢？小朋友，爱护小动物就从自己的宠物开始做起吧。